这些泄露的美军文件清楚表明美国深度卷入到乌克兰危机当中，也再次说明美国长期利用其技术优势对包括盟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进行无差别的窃密和监视监听。美方应当就此对国际社会作出解释。这个报告系统披露了美国政府相关部门从事网络攻击的历史脉络、典型案例和对全球网络安全的消极影响，可谓是触目惊心。事实再次表明，美国是网络战的始作俑者，先进网络武器的最大扩散方，全球最大的网络窃密者。美国想要的所谓清洁网络和符合民主价值观和利益的技术，只不过是可以让美国肆意窃密、随意攻击别国，确保美国唯我独尊的网络和技术。美国始终对自己低标准，对别国高要求，尽显美式双标，阻止美国无法无天的网络窃密行为，揭穿美国在网络安全上的虚伪嘴脸，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